一二三，耶！啊，香蕉很好吃哦，受不起的。你想把史莱姆装进我的可乐瓶里了，我的可乐瓶来一半。三，有没有这样鸡蛋呢？我放放，啊，我再往下去。哇，好快！整台车原本售价30000块，特价1600块，我直接定下去。我其实觉得这个社会是善良的，送过来的，那一样是一台蝙蝠车。这一台，我今天为什么要拍这个影片？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，网络上买东西一定要小心。经过处理的侧板、底板就可以看得出来。